场亮瞎你的眼，贤子遭师弟现场求婚。台上卖肌肉是男性的专属，女性却只能另辟蹊径。近日贤子携全新个人专辑看走眼在北京举行首唱会，当晚贤子身穿一条缀满水钻的小短裙亮相，亮妆盛容自然给演唱会添加了不少灵动的色彩。哎呀，人有失算，马有失蹄，由于裙子过短却不慎露底了。女明星们还是要注意打底工作了，不过贤子的这个小尴尬很快就被演唱会上的这个环节冲散了。正当贤子和师弟合唱一曲不得不爱时，师弟齐汉突然现场单膝跪地向贤子求婚，直接把一旁的贤子吓懵了。他吓到我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小伙子怎么了，最近就是不下子有点出来。虽然小师弟对贤子一见钟情，贤子却当场拒绝了。你喜欢的类型吗？太小了，年纪太小了。我也觉得这么直接，难道这桥段是设计的？小编觉得，难道姐弟恋真的不靠谱吗？